在下面对打个一字，然后呢，我看见有多少人想看的。我知道了，他们说是香水。香水啊？对。嗯。你觉得是吗？可能真的是香水哦。他们说是香水。哦，手链。嗯，手链。他们说手链香水，我觉得也是。你们也觉得是手链？我觉得有可能是项链呀，好羡慕阿姨。这倒计时，那我们就倒计三二一打开好不好？好好，数吧。那家人们，我们就三二一打开了呀。三，二，二，一。怎么了？你要你也有礼物要送给二吗？不是，二不是说是鞋子吗？啊、哪个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们要打开是不是？对，你把眼睛闭上。哦。你要干嘛？我把你打开了。什么眼睛？来，大家看一下。哇，鞋子。我们真的是个鞋子啊！拿开呀、啊！这真的是个鞋子、哎。不好意思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把眼睛再闭上一下，好吧？你自己猜吧。那我就三二一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大家看到没有？三二一，我就打开了。开个玩笑。嗯哼，没事。三二一，那我要打开喽。开吧。哇！给大家也看一下呀。陈宇哥，你这搞得也太浪漫了吧？什么？你看一下，你们说它是鞋子啊？你们说它是鞋子啊？那是什么嘛？我的天，这是鞋子吗？阿姨，你说的是鞋子呀，我没说是鞋子呀。你说你是鞋子啊？不要羡慕哈，以后让你的樊总给你买哈，是不是？那阿姨，那里面这么多，就分一个给我就行了呗。你看，这不要脸的又来了。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好不好看？我不喜欢。家人们，你看这是陈宇哥送的哟。真的不喜欢吗？对，他们都说我不喜欢。我小姨说就是给他送一个，你们说行不行？哇！送什么给小姨啊？这给你的。真的是，你看。哇！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你们觉得好看吗？这是陈宇哥，就很贵吧？你又乱花钱了。嗯，不贵。你看昨天又给我买了衣服。今天又给我睡，你看这个盒子都这么精致，没关系的呀，感觉好贵呀、啊，没关系的，不贵啊，这个，你们这边的女孩子就是老是讲就是，对呀，贵的、啊、真的是，这个东西不能用金钱衡量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片心意，肯定很贵的呀，因为这个不贵的不贵的，我们没看到过这么好看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感觉它就很贵呀、啊，不贵不贵。你看，而且它还有那么多，一个四件套，而且它还那么多，还有一个什么证书，没关系的。哎、你把那个手表拿来戴一下，看一下好看吗？你是准备让我帮阿姨戴吗？不，让他自己戴吧。我手机拿，我可以帮你拿手机啊。凡哥，我帮你拿手机，来，我给阿姨戴上。凡哥，啊。我要戴，你怎么这么勤快？戴表吗？把这个表戴上，先试一下。凡哥给二买礼物没有？凡哥给我买了三件套。二不舍得钱。凡哥给我买了。不舍得米哦，我们就在直播间，我们还低调点，我们不能说那个啥，我们只能说米，对吧？凡哥买了。哎呀！哎呀，不要！见证幸福的时间。哎、好不好看？哇！让他们说一下好不好看、啊？没有，对着这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好看，你那个不好看，不好看。看，不好意思，他充满了羡慕的眼神。你们看他眼神，让他镜头对过去一下。不好看，就是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喜欢吗？这个、你喜欢吗？这个不喜欢，我喜欢你送给我的。这个可以改的，没事儿。只要你喜欢什么，我就送你什么。就可以改掉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可以改的。哎呀，陈宇哥，真的是又让你破费了。没关系的。你那个不好看，你还戴着还不合适，戴着还大了。戴着那个可以改的。你们不要带节奏好吧？这是陈宇的直播哎，陈宇跟阿姨的直播，你们居然说不好看？谁说的不好看？对，家人们说不好看。哎、你们你看，这阿姨说不好看，你们的粉丝跟你一样。家人们说不好看，你看他的那个都大了，又不合适，是明白了。哎呀。大家觉得好看吗？他那个都大了，那个都不合适，都不好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哼。啊。啊。
你看凡哥给我买的多合适。你看他那副脸。凡哥给我买的多合适，你看。你看陈总买的充满了，我看你们充满了那个呀，寒酸的味道啊，是不是？你看阿姨她都很害羞了，你看，不好意思。小姨，你这说的，那他那个就是大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合适。是为什么不好看的二？啊？是因为嫉妒、羡慕、嫉妒、恨。那网友说的哈，那网友说为什么对？是？不是？我告诉大家哈，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二说不好看啊？我告诉大家，大家肯定猜不到哈。为什么二说不好看啊？是因为二舍不得我花钱，他知道只要他说好看，我就会买。不是，是不是你？我有了，我说不好看就是陈总没用心。你是不舍得要花钱的，对吧？陈总没用心，我还没用心。阿姨的手腕多大，他都不知道。你看，你看我的凡哥。二的好看是吧？你看我的凡哥给我买的，凡哥买的都合适，多合适！你看。我那个可以改的，我那个比你那个好多了。是吧？是吧？嗯。哎，我们这个好，我们这是金的，是有金的。哎呀，厉害！对，我们是金的，我们好看哈。但是你喜欢金，他那个你喜欢他那个，我也可以给你买。我知道他那个肯定很贵的，但是他那个不好看，不要买同款啊！我不希望阿英跟别人带同款，是不是？哦哟，我才不要呢耶！这是专属什么？我才不喜欢。哎，不对呀，二不对呀，阿英不是你女儿吗？不是我们女儿吗？什么你？那我怎么搞？你们这样说的，你可能就不读一珠这边的吧？哎，那你可能要叫爸爸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看，你是跟着二跟多了都不要脸了是吧？对，我告诉大家，就是这边叫爸爸，这边梁山的习俗是这样子啊，梁山的规矩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子女就是女儿了，那有没有改口费啊？嗯，对。然后阿英叫你这来不来要改口费？阿英叫改口红包叫妈妈，那么。陈宇要是丈母娘，要是看得起阿英的话，不嫌弃阿英的话，那他应该叫我叫什么呢？就是在直播间的家人们哈，就是说小凡，你们说陈宇应该叫我叫什么呢？阿英叫二儿叫妈妈，那么陈宇又叫我叫什么呢？叫你小凡啊！你看，好，不跟你开玩笑了哈，不开玩笑了哈，应该。叫爸爸，对，直播间我们把爸爸打起来啊！陈宇的直播间哈，陈宇的直播间我们把爸爸打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能不能撑起来哈。你怎么能这样？哎，对，这样那个呢，是吧？占小便宜啊，跟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跟那个陈宇哥真的你想不想叫爸爸？你想不想叫爸爸？你不用叫我。你还喜不喜欢？你不用叫我。你还喜不喜欢我这个女儿？那我们各论各的，我们各论各的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什么就是你女儿了？真的，你看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大家开玩笑，大家打住啊，打住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们只是，怎么大家笑？怎么有那么多人叫我呀？没，不要这样，好吧？不要这样，大家不要太客气了，不要这样，一来就这样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哎。看来这个真的还是挺会玩的你。没有，他们那么多人在那儿叫我，我在啊，我在。没有，他说实在挺搞笑。其实我一直都给大家开个玩笑，给大家开个玩笑。哎呀，我一般是不开玩笑，但是开起玩笑。那个，我看一下你这些东西。什么？我不地道？什么叫我不地道？我还有检测中心检测证鉴定证书。哇，那这个。这个，我试一下这个行不行？跟不，哎，你看，啊不，我就试一下。阿英都没带过你。没事的，我女儿都没说什么，真的是。小英，你喜欢你拿走吧。拿走。这个肯定是不能，你看陈总都不高兴。陈总都不高兴。陈宇哥，他是我小姨呀，他拿走没事的呀。但你至少要试一下呀，你试都没试，你让他拿走，你这是嫌弃我的东西。那樊总还在那儿吗？你是不是？你刚刚不是叫我小樊吗？哎，不开玩笑，不开玩笑。你看，不是说爸爸。你看人家都已经带那个都已经那个了。那你先带一下试一下呗。阿英就是，我觉得陈宇的心意，你还是试一下吧。对呀、啊，应该是陈宇哥。哇，
他还带无名指，你看人家多懂水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他多那个？阿姨不会带了这个。你不要把他。你没有二，阿姨不会。二，你帮忙就是你帮陈宇拿一下手机。拿一下手机，你还是让陈宇帮他带吧。对，帮他带好了。他不是带好了吗？你看这个，给他看一下，这个手表的那个表带有点长哈，明天拿去调，再去调一下，还可以调的。那手表真挺好看的。他们还说不好看，你看这些人，真的是羡慕嫉妒恨。对，有些人都说要戴中指啊，不用，戴无名指也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吗？一样的。你好不好看？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看？好看，真的好看。没有，这好看呢、啊，就是只要心意到了，就是好看的哈、啊。那这个不管它是一块钱还是、这个、还是十万哈、啊。那我这个要戴吗？那个也可以戴啊。好看，我们公屏把好看打起来好不好？陈宇的一份心意哈、啊。好看。你给我加力。这个我怎么戴呀？这，哎，我把。关了，帮你带吧。嗯，行。